黑子聊世纪，天天 ACG， 大家好，黑子。现在画面上看到的是《世纪帝国二决定版：编年史希腊之战》。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三个文明，他们各自的军事单位数据到底是多少？画面上的建筑物分别是学院、兵工厂、圣殿、堡垒、马厩、射箭场跟军营。下面这边是雅典的世界奇观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在开始看数值之前呢，先看一下科技树，帮大家重新再带过一下。那首先第一个是雅典人，本来他的希腊步兵的速度就有提升，他有额外的光环单位将军。除了希腊步兵本身呢，他们本身就有一个原本一开始加一进防，原本是二一，升级之后变精锐变三一之后，他有近防一跟远防一的增益，他是只有给自己希腊步兵的，所以他不会影响到其他人。他的特殊单位将军呢，则是可以影响到其他单位，自己本身呢就有一个加一对所有附近局势单位。再来就是额外去研发步兵局指挥官，可以让近战单位获得加一的攻击力。另外一个银冠伊菲克拉底是让毛兵可以获得加四的充能。在毛兵呢，在这边他的攻击力你升级到精锐，这边是到三，透过兵工厂你可以额外再加三，这样就已经有六了。你再拿到这个伊菲克拉底战术就会变十，接着你再点学院的火焰剑之后呢，总共可以升级到11、哦、在第一发下去的时候可以达到11点的伤害，非常的可怕。这边说如果你要走这个毛兵路线的话，伊菲克拉底很强，如果你要走工兵的附弩兵的话，移动速度提升 10% 的提洛同盟也不错。然后工兵的部分呢，除了可以看到这边有三种可以我们生产的工兵之外呢，另外附弩兵这个必须要去点刚刚看到的火焰剑，但是火焰剑的加工呢并不会受益到给附弩兵。可以看到是在剑兵这一条线它少了最后一阶的双手剑兵，我们可以随便点一个剑兵勇士的升级要750到350斤，血量是70，攻击力13。你切回来看到雅典的时候就发现没有啊，最高就是攻击力到10，但是有一个被取消，这个没有错，这个是只有斯巴达才可以点的，所以可以透过这一个科技，你可以看价格相对是便宜的，额外让这个精英步兵可以拿到70血13攻的数值哦，所以对斯巴达来讲呢倒是还好，反而是像雅典、阿契美尼德，他就没办法拿到最顶的剑兵啊，精英步兵这边就没有办法在攻击力再往上升。其实我们看到兵工厂的部分，兵工厂这边以希腊来说，它只缺了马的近防一跟远防二。将军的部分呢，他会给刚刚有提到的附近的单位加一的攻击力，所以刚刚有提到说战矛兵嘛，刚刚零零总总加起来是11，再拿到将军的时候就变12，所以其实以希腊的单位来说，它有非常多可以增益光环的效果，那也包含刚刚有提到的步兵旅指挥官，也是一个可以额外再让步兵攻击力再加一的一个光环效果，所以将军真的非常的强。我们直接来看一下实测的效果，我们先把兵工厂科技先点起来，我们先上实弹。好，我们先来看一看步兵线哦。好，步兵线这边呢，我先把兵工厂点满了，我们来看一下实际的数值。精英步兵14，好，护甲这边是45，好，速度2 0.9，这边我们把攻击速度提上去，那这边也点，这是一般情况下最顶的状况。这是一般情况下就是兵工厂该点的这些精锐全部都点完了，最后一阶就是70血10+4的攻击力，那护甲就如表上所述。接着我们生产将军，我们先把这个额外加一先点了，我们升到精锐。好，精锐将军的数值也很可怕，而且刚刚我也点了这个步兵加速，所以他的跑速已经是 0.99 了。你看最后这个精英步兵的数值哦，16，非常的可怕。你原本这个剑兵勇士最多就是13，再去加这个兵工厂效果，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个精英步兵也已经很可怕，有到16的攻击力。接着我们再看禁卫兵也有6+6，我把它移走之后呢就会变6+4，将军移走他的光环就变6+4。精锐希腊步兵刚刚有反复提到他本身就有自带光环增益，看到这边最后就是76，就比这边再各多一啊，这个就是一个正确的数值。你看哦，我再把将军拉过来，非常可怕的12+6的攻击力，非常可怕。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工兵的部分，这边工兵线呢，我们也一口气把它点满。学院的部分呢，我也把它点起来。好，这边都还没有去点这边工兵的部分哦，所以我们再把工兵跟附弩兵的移动速度也先点起来。好，可以看到工兵的速度来到了1.06。
木鲁宾呢这边也有 1.06， 额外加一这边是将军给的。好，这边都只能拿到将军的额外加一，但也非常高了，来到了11攻34的护甲，5加3的射程了。再来是战矛兵哦，战矛兵刚刚我已经点了这个步兵旅指挥官了，所以战矛这边没有额外的加攻哦，就没有再加4上去，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是3加5了，因为已经3加5了，我再加4上去就是11。这边我们重新开始给大家看一下战矛兵的数值。这边呢我点下伊菲克拉底战术，它就有一个3加4。好，这边来到了3加8，总共11了。我再加上我的将军就可以来到12的攻击力。那接着呢还有一个要看的就是政策的部分了，海军政策。这边点下去之后，原本我的工兵的生产是25木45金嘛，点下去之后这边成本会直接变了，25木38金，而且还有加快训练速度哦，非常的好用。那另外一提的是，它雅典的话就只有到这个一般的马弓，没有重装马弓。马厩的部分都是按照原本的去做换皮，斥候这边就是换成侦察骑兵，骑士就是长矛骑兵，后面的升级都一样。能够升到最顶的目前只有这个阿契美尼德，他可以升到游侠等级的骑兵。希腊的话他就只有最后的三阶， 就到突击骑兵而已，他连第三阶也都没有。你看看科技树的部分，长矛突击这边就帝国骑兵，如果是阿契美尼德的话，等一下我们接着下一个会看的阿契美尼德就可以升到帝国骑兵。这边可以直接去对照其他文明的骑士的线，对照其他文明的骑士线。雅典的部分就先看到这个地方，接着我们来看一下阿契美尼德。好，接着是画面上的阿契美尼德哦，它是一个工兵跟骑兵的文明，但非常有趣的是它的工兵没有办法拿到最高阶的反曲弓了。他引以为傲的骑兵倒是不错哦，有帝国骑兵游侠等级的，另外还有他独特的战争战车140血，一般的这个战争战车时代3可以生产是100血。我们接着来看一下科技树。首先如刚刚所说到的工兵跟骑兵文明，但是他没有最后一阶的反曲弓，接着他有个特殊的城镇中心可以升级成总督府，马厩的科技研究提升 50%， 特殊单位不死军团可以在步兵跟工兵这边做切换，特殊科技波斯迟钝步兵长枪兵给附近单位加一的远程护甲，补尾剑提高工兵跟远程不死军团战船的射击速度提升，这个等一下一定会先测。镰刀战车增加践踏半径，会从原本的 0.5 变成 0.8。 卡尔达的部分呢是步兵跟工兵生命值加 15%， 不死军团吃得到。火焰剑的部分，因为阿契美尼德没有这个副弩兵哦，所以他比较有优势的应该还是他的重装马骑弓跟安息人战术。拇指环的部分，这边刚好提到其实不死军团是吃得到的，不死军团是可以吃得到拇指环的效果。在兵工厂的部分哦，这边没有工兵的最后一阶的近防加远防加二，那另外也没有步兵的近战护甲加一加二，所以步兵这部分真的是阿契美尼德比较弱的部分。那他的工兵线也是有点尴尬哦，真的比较能看的大概只有他的骑兵线。我们来看一下实际的账面数值哦，我们先升级实弹，升上去之后我们先把步兵相关的科技先开了。好，这边步兵开完，然后我们再拿这个生命值的加成，就这个步兵攻命这个 15%， 先偷看一下 35， 这边就可以拿到40血，然后这边是69 69。如果你去点上面这个加一护甲的话，这边就可以再加上去啦，你可以再拿到就1加2嘛，这边再多加1，就这样。因为它少了一个最后一阶的精英嘛，所以呢它就靠这种给血量的方式来做一个补偿，让它勉强可以达到类似的效果，但是攻击力其实还是有蛮大的落差。好，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射箭场这边的单位科技哦，我们点拇指环，然后安息人战术。好，这边只能升到夹成功，40的血量有，刚刚有35加上去变40。我们把工兵的科技点一点，这边也把火焰剑点了。好，这边的攻击力来到了5加4。5加4，射速是 1.7 哦，本来是2变 1.7， 然后 0.96 的移动速度。好，这边是战矛兵3的攻击频率，
科技加成在上面。接着是不死军团哦，它有一个远程跟近战的。先看时代三的数值哦，这边时代三的数值。接着我们来看这个升级到精锐，哦，就来到69，攻击频率会有差，是因为拇指环的效果。那接着呢，你可以再点这个芦苇剑，好，因为射速已经来到 1.22 了，这边来到 1.36， 已经非常夸张了。接着我们把它移到 TC 附近，好，接着我们研发防御城镇中心，攻击速度 1.16、1.04 每秒一发，这多恐怖的攻击效果！我们一般玩游戏的时候都不会直接射1的倍率嘛，也就是 1.5 或是 1.7 倍，你就看到它的箭如雨下，一直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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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非常可怕。好，这边我们补一个 TC 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做一下测试，让你们看一下它射击的效果会如何。好，现在的游戏速度是 1.7 倍啊。然后我们现在直接让它升上去，那耐久来到3960，可以看一下它射箭速度。好，非常可怕，一直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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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他的骑兵线哦，侦察就是骑兵的这个侦察骑兵或者这种长矛骑兵，他都是按照既有的线去生产，只是换皮而已。所以真的有比较有特色的，就还是战争战车哦。好，不然这边看到的血量原本是120嘛，然后这边是160，啊，当然可以去点那个刀轮战车的科技哦，让它的半径变成 0.8。然后这边马已经全部点满了，科兵工厂已经全部点完了，所以它的最高的精锐的数值就是10+4，护甲5，然后如果点了这个金冠科技的话是 0.8， 然后 1.53 的攻击频率跟 1.49 的移动速度，算是蛮快的了。重装马弓的部分，这边已经点了这个安息人战术了，所以这边最高就是74，然后4护甲，近战远防4，然后射程7 1.44 1.54。 这边就是阿契美尼德他的步兵射箭场跟马厩最高的数值，这边给大家参考一下。当然你去选，因为我们这个金冠银冠都只能2选1嘛，那如果你去拿这些护甲还是会有差，然后就连 TC 你去升级它的效果也会是有差异的。这个防御有点太可怕了，提高火力的这个效果，如果你去拿 TC 直接压在一个重要的会战点的时候，你把这个科技点下去，提升的速度会非常的强。然后家里附近要升兵的时候就点军事城镇中心，经济区就放这个经济城镇中心，还蛮可怕的。但也是因为它的效果争议还蛮多，这也导致是不是因为在平衡上就不给它反曲攻，因为它会直接46血嘛，它从35变40，然后从40变46，是不是这个血量就已经会太多了，然后它又有这么多可以加攻击速度的科技，是不是会太可怕。好，这边就是阿契美尼德的军事单位资讯。画面上看到的就是斯巴达，它的整体的建筑物风格跟雅典是一模一样的。下面这个是斯巴达的世界奇观哦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好，看完了，我把它删掉了。接着我们来测一下斯巴达各个单位的数值，我会着重在它的军营、工兵跟马厩这边，我就不测了。首先，工兵系。没有反曲弓，没有副弩兵，没有重装马弓，没有安息人，加上他的金冠、银冠都没有强化工兵系的金银冠，没有、哦、只有加这种生产速度的。那这样子的情况下呢，就变成会主要就会测他的精英步兵、精锐禁卫兵，还有这个精锐希腊步兵、哦、特别是斯巴达在时代三就可以直接升级到精锐希腊步兵，在时代三拿到一个非常强大的数值。那另外大家也有观众会问说，哎，这三个文明好像都少了一个剑兵勇士的最后一阶耶，那他会有补，就是补上来吗？可以哦，你们看他的攻击力跟血量是70血13攻，一进一远的防御。然后你们看斯巴达这边一样，70血10攻，那额外的加3要去哪里拿？
在这里。好，没有错，就在这边。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精锐精英的提升，这个升级费用750肉350金，就比你这边还要贵。好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升级呢，已经摊在这里面了。就它额外这个300肉100金是哪里来的？这边给的，所以它的平衡还是有一定的逻辑在。就比如说，我今天要从生产剑士去升到这个精英步兵的时候，我的这个费用跨度是很大的。你相较其他45个文明，从这里升到这里，它的跨度资源跨度是有差这个差距在的，所以也算是一个在数值上平衡的方式。那最终也可以拿到这个剑兵勇士的强度啦。那接着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部分哦，科技树的部分这边有没有工兵又少了最后一阶的一进房二元房没有，但是其他是完整的。那偏偏就是他的骑兵线其实也是全部都缺少，这边全部都是暗的，都没有。后面的部分呢，一样有火焰剑啦，但是也是只有给远程，也是有提到说前面射箭场斯巴达就是不满的，所以我们也不会去特别看这个数值。接着是堡垒的部分，可以生产300壮士，在目前实测结果，其他频道已经有发布300壮士跟其他堡兵对战的状况，我只能说输多赢少。有一个重点，第一个虽然血量比较高，但是移速慢，移速慢之外呢，攻击力也低。它比较令人满意的，只有可能就只有它的防御力比较高。它升到精锐的300壮士的时候，有5的基础远防，然后再加上兵工厂的加4远防，啊，听起来还不错，有9防，啊，强弩兵点满科技可能10攻，啊，所以看起来还不错。但是你要知道，大部分的堡兵工兵系的那个攻击力都很高，而且移动速度、攻击频率这边你都要考虑进去的时候，你就发现你要让斯巴达去追这些工兵，看一下实测结果就知道为什么不会推荐去铲300壮士，你还是会去铲军营里面的精英步兵跟精锐的希腊步兵，反而还比较好用。接着是战争统帅的部分哦，战争统帅它有2个独特的光环效果，然后并且他自己还有运输兵以及皇家卫队长这两个科技，加2攻，一个投射物的护盾，注意他说的是投射物，所以就包含像火炮塔，然后这个瞭望箭塔，或者是像是一般这些其他兵，不管他投掷的是什么，投掷的是弓箭啊、战矛还是斧头还是什么弯刀什么的，他全部都可以挡啊。重点是你要多少次才可以破这个护盾，要大于5次。他的护盾只要被打，那就开始回。你要在短时间内打掉5次，才有办法把他的护盾打掉，扣到他真实的血量伤害。所以这边我们会测军营里面的希腊步兵、精锐剑兵，然后还有这个战争统帅。所以我们马上来看一下，我们先把时代升级上去。时代2呢，我们会拿到战争统帅，他的初始的移动速度就有 1.15， 非常的快。然后并且他自己还会缓慢回血，自己就自带一进房二元房，好，非常强。接着我升到时代3，升到时代3呢，我可以拿到2只。好，这边战争统帅呢就可以拿到这个7的攻击力， 1.15 的跑速， 1.7 的攻击频率。这个 1.7 是谁给的？他旁边这一只给他的，我把他拉走，还要再远一点，他的攻击频率就掉下来了。他的范围呢其实也相对比较小，就大概到这个位置。但如果你升级了他的光环效果，你时代3去点他的光环效果，他就可以扩大到大概这个位置。好，等一下我们战争统帅实测的时候可以给大家看一下他的光环范围。好，这边我们都先不测，我们先来看一下剑兵系哦。好，这边是时代3，我可以拿到剑士，拿到他不知道什么，这边翻译就叫剑兵啊，一样是不统一的问题啊。接着我们看一下时代3，我们也可以训练希腊步兵。好，这是时代3直接拿到的数值，这边我们先把这个精英的先抵掉。好，这个都还没有点兵工厂科技哦，而且要注意哦，他这边就有自带一个 0.3 的射程啊，这都是他自己给的啊，就这个单位在时代3
在裸装的数值其实就相对是不错的。你们看他的攻击力、血量，然后他又护甲值，我觉得都相当的不错。而且他自己产出来之后，彼此给护甲，这是他的优势。兵工厂科技，把精锐点上去，时代三可以点精锐。这个时候你们看数值，他们彼此给护甲，还有这个攻击力本身的这个差距，提升到精锐等级，这个值整个兵的数值的变化，让他在时代三就可以有碾压战局的能力，然后再去配战争统帅，加快他的攻击速度，就非常的可怕。另外呢，城堡时代三就可以点西弗斯短剑，这个是属于西亚步兵跟桨帆船的科技。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效果。这个是满装的斯巴达三百装饰，我们看一下它最后数值。时代三我就可以拿到12+5的攻击力，在跟对方对打的时候。当然你也知道这不是满的嘛，所以接着我们升到时代四。时代四，移速点上去，兵工厂科技点上去，数值12+4。如果超过30只单位，12+4+3+7+19的攻击力，非常的可怕啊、哦，非常的可怕。彼此在给对方这个近防跟远防，他的近防就来到了7，远防来到了7，哦，77的双位数。那我们也可以看一下精英步兵的部分，精英步兵，你们看数值就有差。然后即使我去点了这个战斗演习，点上去17-45，你看这个数值，你一定会比较希望去生产训练这个希腊步兵。当然造价有差啊，这个造价也是它平衡的一环，就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，我要以哪个单位做主力。我觉得这两个都非常的不错，因为这边还有个额外的这个攻击，让征兵系变便宜。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去把精英步兵当主力，我觉得也非常的可怕。45肉20斤，然后再去配战争统帅给增益效果。这边我们可以点一个移动速度加快，让他看，大家先看一下说它的速度差异会是多少。看这边的步兵移动速度 1.14 1.14，战争统帅这边已经来到了 1.26， 两只互相给争议可以来到 1.45 的跑速，非常夸张。这边我们测完了步兵系，然后精锐近卫这边我们也看一下，6+4，护甲34，攻击频率 2.55， 战争统帅有给他的争议效果 1.26 的跑速，也是战争统帅给的，非常可怕。你一般的步兵移动速度是 0.9， 这边已经到了 1.14。 然后你还可以点这个秘密警察。好，我们这边再生产一些希腊步兵来用一下。我们把战争统帅也带着，那个要看一下，这个数值非常的可怕，12+7啊，19攻。而且你们可以看到，它那个减33%还是会有感觉的，只是它不是很好测。那我也不去个别一个测，你可以一打一单位去测。这个之后，大家等游戏上市之后，可以再测一下这个减33%的效果。这边我直接重来哦，这边我们就专心看战争统帅的部分。好，这边时代三我先拿到2只的战争统帅。时代三科技点完，这边我们看一下实际的效果。这边我先拿护盾，我先把护盾先拿了。看加二攻，然后护盾。这边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护盾的效果，它是依照投射物去计算的。你们可以注意它的护甲值会怎么掉。
你们看要射几箭才可以射穿他的甲。好，我们再拿这一只来示范。注意看他掉射挨了几箭才会掉护甲。啊，要射这么多箭，我们把它拉过来再给大家看一下。一箭，两箭，三箭，四箭，五箭，六箭，第七箭才可以打到血量，而且后面还会慢慢的回调，之后你要再扣护盾。所以这个单位强度会，我觉得啦，会非常的不好集火，你很不容易把他杀死，而且现在才时代三而已，我还没有点时代四的科技哦。血量是130哦，而且我这边也还没有点跑速，你点了跑速之后，他可以又可以更快的去脱离，如果你今天要集火他的时候，他更快可以脱离。但是刚刚我们已经测过跑速了，所以我们这边等一下来测一下回血效果，给大家看一下火炮塔，他也是依照这样去扛的，看到吗？依照火炮塔的攻击频率，基本上是打不了战争统帅的盾。原本这个一发下去，我可以直接让战争统帅倒地，我现在这个投射物我可以扛好几发，它就依照投射物的这个数量去扛的。那另外我们也来测一下这个投掷兵的效果，如果是直辅兵呢，一样，直辅兵也是计算它的护盾，所以你只要攻击频率够，就可以直接造成真实的伤害。我们再拿另外一只来测试。效果一样，都是这样子的。所以不会说哦，它是远程的近战伤害，还是近战的远程伤害嘛？哈，就不管，反正我只要是投掷物，我就可以用这个护盾去砍。那有人问说，奇怪，他如果死了，到底需要花多久的时间去训练？我们点一次给大家看，免费生产，然后你可以看一下生产的时间，上面有跑时间条，给大家参考一下。我把时间条拉下来，然后我们等一下升到时代四，然后也一起看一下这个时间条缩短会缩短多少。其实应该就是他照面说的文本叙述的 33% 的缩短。好，这样就拿到了。那我们现在升级到时代四，然后去点击研发皇家卫队长。我们看一下，如果我们要重新训练的话，需要花多少时间。好，训练完成，又是一只免费的战争统帅。那接着我们最后来测一下他的光环半径到底有多少。我们先把他拉过来。现在我还没有去升他的特殊光环效果，我们就看他最初始的光环有多大就好了。这边附近呢没有任何他可以争议的单位。我们拉一只骑兵到他的直线路径上，然后进行巡逻。好，这边有猎鹿。离开，我没列入了，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范围哦。大概在这一格，大概到这一格就没有了，所以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大概九格。好，接着我们把科技先研发了，这边我们就研发一个回血的，刚刚跑速我们研发过了，就很简单，就是提升附近跑速 15%。好，我们一样在这个直线路径上做测试哦。注意它的范围，再到这里，
大概到这边可以列入，所以范围从1,2,3,4,5,6,7,8,9,10,11,12，大概是12格。1,2,3,4,5,6,7,8,9,10,11,12，12格的光环范围，非常的长。那并且呢，你也可以透过利用这个12格的光环范围去做扛伤的动作，比如说我今天选择原地站岗，然后让这个直伏兵来射，它会非常缓慢的去回血，也没有说到很慢，那变相的是可以延长这些单位在场上的时间，它是边打边有在慢慢回血的。你们可以看一下回的速度啊，其实真的很不错哦。这一次看数据的影片就到这边，我是黑子，想要看更多《世纪帝国2》新闻名的资讯啊，不要忘记按下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这部影片就到这边，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，拜拜。